还有我拍他呕吐啊，呕吐啊，看到那个三峡水啊，三峡水啊，啊，从上面啊，啊，滚下去，三峡水啊，从，啊，滚下去，三峡水啊，三峡那边的水啊，啊，滚下去，那坝前呢，啊，滚下去，啊，滚下去。哇，滚下去！三道的水，哇，滚下去！哎，为什么这个人还有点不太对头？哇，滚下去！谁呀？哇，滚下去！哎，那个水，哇，滚下去！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反正那个水啊，三下水，哇，这样滚下去，三下的水啊，从下面。哇，滚下去！啊，滚下去！好像在打转呢，是呀。哇，这样滚下去，三下的水啊！哇，这样滚下去，三下的水啊！哇，这样滚下去，三下的水啊！哇，这样滚下去，这简直像谜团一样。三下的水啊！哇，这样滚下去。上的水啊，哇，这样滚下去。哎，这个是看着李鹏啊，笑眯眯的，笑眯眯的，手上还戴着手表，笑眯眯的戴着手表，戴着手表，戴着手表。李鹏啊，手上戴着手表，笑眯眯的，笑眯眯的。他要摆下迷魂阵，他要摆下迷魂阵，他要摆下迷魂阵。哎，我们搞不懂啊，搞不懂什么意思啊？看下去啊，他摆下迷魂阵，摆下迷魂阵。啊，他说这叫水利工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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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水拉高一点，这叫水利工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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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实际上什么？那叫水电工程，那叫水电工程，不叫水利工程。他搞这个迷魂阵，申报的时候那叫水利工程，水利水利啊，利益大家，水利水利利益大家，水利水利利益大家。水利水利利益大家，水电电发电，那不是大家，那是小集团端的利益啊，那是小集团的利益。如果说水电工程的话，就是一个小集团的利益。一定要说三峡水利工程利益大家，他搞了一个迷魂阵，他搞了一个迷魂阵啊，他搞了一个迷魂阵，他搞了一个迷魂阵，他搞了一个迷魂阵。原来啊，刚才的意思啊，哇！那个路上人知道了，原来把水啊拉高再下去。原来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是这什么动作，拉高再放下去，拉高再放下去，拉高再放下去。李鹏啊，搞了一个迷魂阵啊，李鹏啊，搞了一个迷魂阵啊，一直说三峡水利工程，三峡水利工程，但真正的是什么？三峡水电工程，小的一点点水电工程，水利工程很大很大的一个，哎呀，水利工程啊，要利益大家。藏到的东西往上捞啊！藏到的东西往上捞啊！藏到的东西往上捞啊！
내 장어리 똥이 반사 나와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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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没办法自然规律的，就像把人藏到里头的东西啊，从下面往上捞的感觉啊，这是什么感觉啊？从坝墙上面捞是什么感觉？那个上下工程啊，就是一个从下面往上捞的一个工程，本来水应该尽快的往下泄下去，他把它堵起来，抬高。这是水电工程，而不是水利工程。哎，我们原来说了一个词叫什么？说了一个词啊，叫挂狗头卖羊肉。他就是也是偷换概念，偷换概念。他为了打他的小算盘，要发电，要搞一点那个水电。他故意构成了水利，水利，水利啊，水利是水往下流的。这才叫水利工程呢、啊，利更方便的往下流，才叫水利工程呢、啊。他往上捞起来，把水往上捞起来，这叫水电工程，水电工程，水电工程。所以啊，把人呢、啊、捞的，就像那个长城东西往上掏啊。哦，明白了，这个贼呀、啊，这就是个贼呀、啊，后国殃民的贼呀、啊，后国殃民的贼呀、啊。把一个水电工程硬生生的偷换概念成一个水利工程，偷换概念一个水利工程。所以啊，我们希望他尽快的把水电工程变成水利工程，也就是说，希望呢早点按照自然规律走，希望早点按自然规律走，不走也没办法。必须按自然规律走啊！必须按自然规律走，必须按自然规律走。对啊，必须按自然规律，按自然规律走的一个什么水啊？一泻千里啊，一泻千里啊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水利工程啊！让它流得更快，流得更顺畅，那才叫水利工程啊！现在是水电工程，那个水电工程呢、啊、是投入大，产出小。为了得到这么一点点钱呢、啊，把整个生态环境全搞坏了，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工程。好，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工程。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